闭嘴！我说好了，快！趴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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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了，我收绳子，收绳子，脚分叉，脚分叉，脚分叉，好了，姚总，姚总叫，姚总叫，你走出来了，姚总，听不懂是不是？好，他废话那么多，撞。这些被害人都是属于20到30岁之间，于上网求职遭到诈骗的民众，诈骗集团为了使用他的存折、提款卡来领钱，或者是施以其他的诈骗行为，目前都会将被害人囚禁于特定的据点当中，以防他们脱逃，而使这些账户能够顺利的使用。本分局攻坚破获之后，查获了2名涉嫌人，那也循着监视器的画面，有陆续在追查到相关的涉嫌人。